Xiao-Li, Xiao-Li, you're not here. Hey, I heard you. 那这贤柱的人在一块儿洗洗澡，非常的灵。你看现在跟小侄儿嘞，一直低烧。张先生看看也不见好，你能不能叫恁的人一起跟小侄儿洗洗澡呀？好。哎呀，恁谢谢你了啊，谢谢了。小李。跟贤柱真巧呀。 小林弟兄，这两天好点了吧？小林弟兄，主耶稣给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我们来一起做祷告吧。